炭烘妹高人一等，摆 pose 快抽筋。各位观众，苹果动新闻新年特别介绍，史上最高的运动景美，这样你看得出来它有多高吗？手长脚长的 Taco 妹身高超过180，是亚运卡达迪中华队主将。Hello， 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心叶。大家平常都怎么叫你嘞 ？TACO Taco。傲人身高让他走到哪都成为焦点，最大的困扰是衣服常买不到他的尺寸，更难买到那么长的裤子。他也不敢穿高跟鞋，怕会被男友抗议。是练什么项目的啊？田径、跳高，然后卡巴迪。卡巴迪？那你可以替大家介绍一下卡巴迪什么项目吗？我听不懂。真的不行。看你脚这么长，多高啊？181。那对于你身高来讲，在运动上有没有什么优势？脚长比较容易过杆吧。Taco 拍照前可是已经做好充足的热身，不过为了拍下美美的照片，摄影师要他把每个动作都将肢体伸展到极限，拍摄花了好几倍的时间，堪称史上被摄影师操得最凶的运动景美。他大呼吃不消，快抽筋，比平常练习还累，更佩服当 model 的辛苦。众新闻今年也要运动哦，报道。